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的声音，香港人的主场。一起喝杯茶，吃件cake，英语你嗨气。Hello， 欢迎收听英语你嗨气。今日有我 Alex。Hello， 同埋有我 Sunny Springy 啊。Oh， Springy， 今日改咗名，我唔系 Stormy 咯。OK， 系啊，因为嚟临春天啊嘛，要所以要 ready welcome 下春天嘅嚟临咯。是的，我们刚刚星期日呢就是我们英国的 Mother's Day 啦，母亲节啦。是的。啊，那你去了做了什么事啊？好像听说好像很多很多节目啊。是的，因为我就 decided 呢就是 meet up with 我的 wider family 啦。那母亲节当日呢就有四个 mother。又係 present 喺我哋嘅 gathering 裏面啦，咁我哋就一家人咧就去咗倫敦嗰度食嘢，咁我就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去咗啲乜嘢啦？哇，好豐富喎！係啊，我哋第一餐其實係去咗飲茶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咗食幾多餐啊？你究竟出咗食咗兩餐 total 一日之內係啊，但係都係。好有啲誇張嘅，因為睇下樓下我哋係一開始晏晝就係去飲茶啦。你估下呢度我哋嗌咗幾多個點心？我見到係好多個，起碼二十啦，係咪啊 ？No， 我哋嗌咗六十個點心啊！What？ 咦 ，crazy 六十幾個有幾多個人啊？你自己？我哋有一圍咯，一圍十二個，係啊 ，OK OK， 有十二個人。但系我哋嗌咗六十个点心，六十个系啦。但系 actually 有两个点心系冇嚟到嘅，咁最后其实有五十八个点心系嚟咗我哋个台度。咁呢度有啲已经食咗噶啦，咁系咯。但系最后食唔食得晒啊？你嘅当然系食唔晒啦，所以就打包咗一啲走咯。会系你梗系去点 order 嗰时咧，系好肚饿啦，个个系咁 ，OK double triple 咁样 order。差不多，因為我哋咁多人關係咧，咁我哋啲點心 package 係三份啊、兩份啊，至少即係 make sure 個個人都係有一個蛋撻啊，有一個唔知一粒嘢咁樣啊，有每人有一粒蝦餃啊，一個燒賣咁樣，所以就係勁多，跟住見到哇，我想食呢個花款啊，想食呢、這個，跟住腸粉都嗌三碟咁樣咯，唔係四碟啊，應該係四碟啊。What？ 係啊，即係人生之中我諗未試過嗌得。嗌咁多點心咯，即係總之嗰張單係六十個點心。咁、那個 waiter 或者 waitress 有冇話哇會唔會多一劑啊？咁又好似冇乜冇喎，我話反而嗰度 waiter 佢有個後生仔喺嗰度即係幫手去即係攞翻啲碟嗰啲走啦。哇，佢好勁咯，一隻手係攞我哋嗰啲籠可能有係五六個籠啦，仲要係唔知幾隻碟，跟住佢一次過攞走曬咯，一隻手咁樣攞走曬。佢真係一個好 skillful 嘅即係哥哥仔，所以就我哋都話。俾個拍手掌佢啦，但係係咯，但係我哋有四個 mother 就係咯 person 啦，咁喺 Mother's Day 嗰日，咁就係多謝佢哋嘅努力啊、付出啊咁樣啦，照顧我哋全部人咯。係哇，係真係好多好多嘢食，六十幾條。係我記得我之前我喺唔知邊間茶樓嗰度，即係倫敦啦，就聽到隔離台咧 order 啲嘢食，之後我記得一個 waiter 咧係話佢哋哇又叫包啊，即係佢成嫌佢哋叫得太多包，食唔得曬㗎，仲要咁樣講到出口。唔係我哋係有。L.I. 包包嘅呢度嗰个系呢一个啦，就系、是、流心奶黄包嚟嘅。嗯，流心跟住有啲叉烧包啊，仲有系好食好食嗰个，跟住有啲马拉糕啦，你见到呢度，所以好多都好多包，同埋仲有珍珠鸡，就系、是、糯米鸡，冇匿埋咗啦，喺呢个凤爪下面应该系。哦，咁你最中意系边个点心咧？我最中意，我反而中意食牛肉肠喎，佢呢个好食。
佢嗰个牛肉嘅肠粉，同埋啊，仲有佢呢度匿埋咗，呢度冇，呢度冇冇匿埋咗，呢度系一个咖喱嘅鱿鱼，鱿鱼啦，哇，嗰、那个一食咧就从香港茶楼嘅一模一样味啦，跟住我话我好耐冇食过一啲嘢系咁似香港嘅味道，真系好，即系呢个好 surprise， 同埋佢呢个呢度就有个咖喱裸肉嘅，呢、這个都好好食，但系好似唔未好香港未食过，但系嗰个咖佢啲咖喱嗰啲汁就做到真系好似香港咁样。哇，真的很丰富，吃得很 jealous 啊！见到都即刻而家想吃添，想吃哇！太滞啦，我而家个减肥计划又一次再失败啦。系啊，系啊，跟住之后我哋 dinner 啦，又再食啦，咁我哋就去咗 Shoryu 嗰度就食 ramen 咯。咁呢啲有啲唔系我嘅，有啲系即系呢个系咖喱 chicken curry 嘅ramen 啦，就是我啲屋企人食嘅，咁我就食咗个 standard 嘅，即系佢嗰个即系 special， 即系佢嗰个 ramen 啦，就好食，佢个流心蛋好味啦，同埋个章鱼小丸子啦，跟住我就系咯，整个 decoration 俾佢，系好 cute 啊，章鱼个takoyaki 系啊 ，takoyaki 入边有个鱿鱼啊，入边噶嘛，有粒仔。Yeah, yeah.系啊，我就觉得呢个好似头发咯，咁我屋企人就话：，诶、哎，你得系得意咁样，个头发就俾个 face 佢咁样就觉得。边头嗰啲粉红色嗰啲系咪姜嚟嘅？系啊系啊，嗰啲姜好食。跟住之后，仲有我屋企人嗰啲有啲系小朋友嚟噶嘛，咁佢哋即系本身喺外国长大，英国长大就唔识咩叫即系呢个木鱼啦，即系呢个鱼咁样。跟住佢咪即系佢好热嗰阵时就会好似会喐下喐下，跟住佢以为系生噶咯。红嘅系咪咧？系啊，佢以为 is that raw like is actually live。跟住我话，跟住即系有啲屋企人就梗系玩佢，系啊，系生噶。跟住佢劲惊咁样，个食紧嗰时嘅啫，系最中意玩啲细路噶啦，即系唔识嗰啲，或者未食过 wasabi 嗰啲咧，哇 ，funny one， 系啊，你试下系啊，绿色菜嚟噶。绿色菜，其实上次食，好似就算我哋上个礼拜我介绍，我咪话食麻辣嘢，嗰片系绿色嘅酱，都唔知咩嚟嘅，啲嘢好辣咯，又系、哎、绿色嘅酱系辣嘅。哇，喺绿色酱系啊，真系有时真系要小心啲，真系唔好一食就食好大片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就好似食 wasabi 咁样。哇，系啊，我个 friend 就以前佢话佢细个嗰时十岁都试啦，佢话佢个 daddy 就。呃佢话佢系啊系啊呢、這个系菜嚟噶，即系整一大劈落口度食，之后辣到咧系飞起咗咯。哦、oh, ，no， 系真系好危险啊 ！wasabi， 同埋咧依家啲 ramen 呢啲好多、哦，真系你自己食边样啊？你食边样？我系食咗呢个黑色呢碗嘅，就系、是、个 special 嘅。其实有几碗嘅，有另外有一碗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嘅样，不过嗰个就黑蒜咯。Black garlic， 哦 ，black garlic， 我最中意。系啊，系好正。跟住佢个名叫佢嗰兜嗰个ramen 咁样叫做 Dracula。Dracula，OK， 系啊 ，nice， 系啊，都几好食。跟住呢个就系新版本嚟嘅，呢个上面就 curry 咯，就有啲新嘅嘢，同埋佢有啲小朋友嘅 kids 啦。咁小朋友个餐就好似有碗拉面啦，有个雪糕啦，同埋有个 edamame 咯，就喺呢度匿埋咗喺后面。咁、yes. 我哋就系 share 咗个 edamame 食。哇！咁你食点心同埋呢一日本呢一餐隔咗几耐先食，定系即刻之后去食咧？哦，我谂点心呢餐就十二点中午嗰啲时候食啦，其实都早嘅。之后我个 dinner 系五点半食咯。dinner 即系咁，你呢个系咪 dinner 啊？定系咩边个系我 dinner？你个日本 Japanese 呢个 ramen 系啊，呢个 Japanese 系我个 dinner 咯。就 practice 我谂我系我应该系六点钟食咯，应该 by the time 我自己你隔咗落咗隔先啊嘛，消化下。好啊，哇！我真系食得太多，跟住 apparently 我好似系食得最多点心嗰个啦。但系我谂其实系一个错觉咯，因为我系食啲唞咗一阵，食啲跟住又唞咗，到佢哋食得好快，跟住食得好多，跟住顶唔顺嗰时咧，我仲食紧，但系因为其实已经休息咗啦嘛。哦，系啊 ，OK， 就以为你系食得好多，继续可以继续食，但系其实你系即系有 break 过嘅，但系佢哋就冇。系啦，冇 break 过，但系我都系而家都系好滞咯。我谂而家同你录紧音，我都觉得好辛苦。见到啲嘢食到滞系咪啊？系真系唔得，唔系即系我想讲之前。新年嗰时 ，Christmas 已经食咗好多，跟住新年又食咗好多，New Year 食咗好多，跟住农历新年又食咗好多，而家话 Mother's Day 又食咁，话唔得，我哋个减肥计划完全失败咗，而家又要再节食啦。
唔紧要啦，一次半次啫嘛，都系唔得啊，身体负荷唔到脑啦。得点会唔得啊？咁样可以即系行多几步咁得咯，每日即系每日 set 定时间话半个钟一定行。咁有有嘅，我家阵仲后生，仲后生。再 share 下我做咗啲咩？因为其实呢今日呢一餐食完之后咧，简直系违背咗我前一日做嘅嘢咯。你前一日做咩啊？你去咗边？讲嚟听下。但系你使唔使 share 埋你 Mother's Day 做啲咩先？我 Mother's Day 咧就冇乜点做嘢嘅，都系同 family 出去食，即系食饭，但系就冇即系冇影到相啦。但系就我之前咧就星期六嗰时就同 friends 出咗去玩。等阵你讲完你嗰个先啦，不如我讲完我嗰先，好，我讲埋啦。咁其实 before 呢一餐咁丰富咧，我就系去咗呢一度啦。有冇 show 到出嚟？系啦，就 Wakers 啦。咁我谂可能之前即系旧年十二月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听过我介绍过呢个地方，就佢喺 Sussex 嗰边嘅。咁通常即系如果我哋知道即系 Kew Garden 嘅另一个咧就系 Wakers 啦。咁当其时我去就系冬天啦。咁而家我今次 visit 咧就系Springtime， 所以啲景色咧就系好唔同啦，即系有好多系好多花花啊。好綠啊，樣樣嘢都即係好多唔同嘅花出現咗啦。係咪開始有呢、這個櫻花啦？這個 cherry blossom 係啊，有啲，但我覺得我又揾唔到 cherry blossom 呢個係就係 Mangalia 嚟嘅呢種花就係、是，但係類似 cherry blossom 咁嘅款嘅花啦。遠睇嚟講，好靚啊！其實係啊，真係好靚，好舒服咯。咁咧樣樣都好綠，但係其實我當日去即係 visit 嗰時都仲未係全部花出現咗，我見到有啲 iris 啦出現咗，咁但係佢有啲 riverbed 嗰啲地方全部都係泥啦，但係有好多呢啲 fashion 咯，同埋鴨仔就 greet 我哋啊，有冇 feed 佢哋啦？好似有時係叫你哋唔好喂佢哋噶嘛，但係就都見到有人會喂嘅。你嗰日係我見到好多人喂佢哋，但係我有啲驚地，因為我喺度食緊 lunch 嗰時咧，有隻fashion 就係走嚟好近好近，我諗可能聞到一啲即係啲 tangerine 啦，就啱啱食完啲金仔，但係唔好意思，嗰一刻我已經食完佢太遲啦，咁我已經冇嘢俾佢食啦。但我勁驚佢咧會啄我啦，因為講好近啦，但係最後都冇。真係好，有時我好驚嗰啲天鵝啊，即係會過嚟，真係啄，即係唔理你有冇嘢食喺手上，即係可能你好似整到好似真係有嘢食，佢真係都會真係夾。啄你噶嘛，啄你手指啊，或者系啊，呢啲鸭仔完全全部系嗌紧咯，即系佢当其时我影紧，我已经影紧佢相，佢就喺度嗌紧，叫我俾紧嘢食佢咯，即系我 feel 到佢系咁嘅意思，跟住我要同佢讲对唔住，我系 no food 咯，I'm so sorry，sorry 啦，下次啦，下次，下次我真系带唔够嘢食，但系系咯，咁同埋之前我都介绍过啦，你可唔可以搵到个 deer 啦？呢度又系喺度啦，今次系 spring 嘅 view 咯，我睇唔到呢个系。一個鹿仔，佢個鹿呢個頭嚟嘅，佢個 carve 咗落去，見到啊，係啦 ，carve 咗去。我哋應該每一次去唔同先人要睇下影下，因為佢呢棵樹咧，佢會一路咁樣生噶啦。咁整整下咧，呢一個鹿嘅雕刻咧就會冇咗咯。咁呢個一個買一個日本嘅師傅去雕刻嘅而成咯。哦，但係真係會繼續會生，所以係啊係啊係啊，佢呢、個一度會開始 close 啊，你見到佢呢個樹皮呢度咧，佢一度會慢慢生噶啦。咁佢好似拉鏈咁樣 zip 埋上去。Exactly 係啦，咁所以就係咯，但係好舒服咯。Wakers 就係另一番景象咯，所以咁 share 俾大家睇。但係點解我會話咧？我食咗 Mother's Day 嗰日食完啲嘢之後就係、是。违背咗我喺 Wakers 咧，因为 Wakers 嗰日我系行咗19,000几步嘅，做咗好多运动，系冇乜点样食嘢，因为我系即系一个 picnic 咁样，跟住我就即系继续行咗4个几钟啦，跟住之后第二日我就已经哇食咗呢个咁嘅 Mother's Day meal， 唔系啊，都啱值得噶，你之前嗰日咁辛苦，星期六嗰时你去即系行咗咁多步。就 Mother's Day 嗰日系要奖励翻自己食多啲嘅，食多少少系嘅。不过其实好舒服咯。而家我谂英国嘅生活即系开始，即系天气回暖啦。我哋啱啱又教咗快钟啦，系嘛？系教咗快钟啊。系啊，等你 share 我哋嘅 website 啦。咁但系我哋又教咗快钟，咁所以而家啲天气已经系好咗好多啦。我哋早咗啲时间。系啊，咁其实我哋英国。喂，真系我发觉我哋上个礼拜咧，尤其是我哋系完全系
是很舒服啦，晏昼嗰时，咁起码有18、19度嘅，咁我哋但嚟紧呢个礼拜就唔掂啦，真系冻翻啦又，冻翻晒，咁我哋啱啱星期日咧就凌晨嗰时就拨快咗一个钟，就因为我哋每年都要转钟两次噶嘛，转时间，咁一次咧就喺10月尾啦，咁另外一次咧就喺3月尾嘅最后一个星期日啦。咁我哋就系啱啱好喺27号，3月27号嘅星期日度转快一个钟，咁凌晨嗰时，即系你可能会即系仲起身，即系仲 wake 嘅时咧，就会见到1点之后突然间会跳到去2点嘅，好神奇地。咁我自己睇唔到啦，瞓咗啦已经。你瞓咗？系啊，咁我哋下一次咧就系转慢钟咧，就系10月30号啦。咁啊，到时咧就会多翻一个钟时间瞓觉啦。我哋今日呢几日就少咗一个钟啦。但我觉得其实有好系一个 dilemma 啦，因为我通常教快钟系开心嘅，因为一教快钟就知道咧，即系心啊嚟啦，即系样样嘢都开始即系日长夜短，天气又好好，但系我又冇咗一个钟头瞓觉，就好攰，好似少少丧尸咁样啦。跟住慢钟咧就话耶，我可以呃多一个钟头瞓多一个钟啦，但系我就唔想啦，因为又系 winter 咯。系，而家真系心啊嚟到啦，真系开始要 get my body ready。哇，系喎，你要开始嗱，你所以你咪话啦，我减肥计划系咪其实而家又系 fail 咗？我哋应该要即系着定即系比基尼啊，游水啊，我点操出嚟啊？有个大肚腩喺度唔得喎。唔好讲啦，系需要真系减，但系我谂紧咧呢个 summer， 即系我都可能都会少会去外出啊，或者去 beach 或者要着 bikini， 即系始终可能 lockdown 方便都不知道到时咩情况啦，但系我哋英国睇嚟就暂时 OK 嘅，即系可能都会 staycation 咯，都留翻喺英国度去下啲海边啦，晒下太阳。都系嘅，正常就应该系 OK 嘅，政策上咯，但系嗰个 case 方面就唔知系咩，我哋不如休息一阵，跟住翻嚟讲下 covid 嘅问题啊。好啊，好啊，好。回顾呢一年，大家欢笑过，大家伤心过，大家轻松过，大家担忧过。无论呢一年如何，感激身边有着大家。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安好。透气，舒适。立体 Level 3 FFP2 同埋 KF94 认证，最紧要系 Made in Hong Kong。旧世口罩专注为香港人做最好嘅口罩，你买咗未 ？Truly 有机漫活市集系一间生活百货实体店，我哋位于万锦市中心。我哋代理嘅产品咧，都系对于用家、社会、大自然有益处嘅。呢啲都系我哋经过自己亲自试过先介绍俾大家噶。Truly Healthy 已经搬咗新屋啦，我哋而家就喺万锦广场 Unit 32，阔落咗，适合你嘅嘢更加多，不停继续为你健康加油。仲有 Mississauga 密市1675 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Hello， 大家好，我系加拿大移民自学教室嘅阿 Ted。擁有超過13年嘅簽證審批經驗。如果你對移民加拿大嘅資訊，又或者政策有任何疑問嘅話咧，都歡迎。位於錦繡中華嘅 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同車胎，以供選擇。為慶祝17周年，而家提供200套輪圈套裝，以特價優惠同路人。發短信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 或者 WhatsApp 都得噶。一齐饮杯茶，食件棘。英语你 high tea。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第二节嘅英语你 high tea， 有我 Sunny， 同埋有我 Alex。唉，我哋头先啱啱就讲到去 COVID 啦，系英国我哋而家系越嚟越多 cases 啊，系咪啊 ，Sunny？ 系啊，我谂
我自己本人都是成日係被 NHS 個 app 去即係話我聽，哦，你接觸咗一個test positive 嘅朋友嘅人士啦，跟住又叫我，哦，你要take care 自己啊，跟住喺公司嗰邊又收到 email， 直情好似每日翻工，跟住第二日就會話，哦，你當日翻工嗰日咧就有同事係確診咗噶啦，咁你就要記住做下啲 test 啊 ，make sure 你自己 OK 咁樣咯，但係。我的 lateral test 咧，好似都就嚟冇乜咯喎 ，Alex， 点解咧？哎呀，冇乜啦，你死啦！咁其实我哋英国其实四月啦嚟紧就已经系冇得免费再，即系英格兰啦，而家讲紧系英格兰就冇得再免费派呢个快速测试剂，系要你哋去买啦。咁苏格兰咧就，以我记得就系四月中到先至系。要俾錢啦，係啊，我見到真係都幾貴下咯，就好似即係喺 Boots 嗰度咧有得賣嘅，一個 lateral flow 咧係要成六磅咯。嚇咁貴嘅？係啊，你知道我哋而家派咧係一盒入邊有七個 lateral flow 噶嘛？而家佢 Boots 咧而家賣咧係得一個啫，仲要係六磅得一個。你可以买四个的，但是17磅四个咯，英镑。哇，太贵了。但问题就是说，好像现在我们这样有即是接触过，譬如你的 NHS 的 app 告诉你，哦，你接触到人士，你快点做一个 test 啦，就 make sure 你自己 OK。跟住又说可能我们上班的情况之下，有同事你当日上班那天有同事其实是 positive 的，那你都要做 test。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做 test， 有 reason 去做 test， 但是现在连 flow test 都没了，那怎么办？听完之后就哦，这样就即系finger cross 我哋冇事咁样算咯，咁我就继续翻工。系啊，咁其实我谂都系 part of 呢个 Boris Johnson 嘅 plan 嚟嘅，我哋要同呢个 Covid 共存啊嘛。咁佢之前宣布咗之后，就谂住你哋停，即系四月之后咧，佢就如果你有 symptoms， 即系你有任何病征系咳啊或者发烧啊呢咁嘅病征咧，你都唔需要去 test 嘅。但是其实真的一时时你真的很不舒服呢，同埋我发觉我直情是 experience 了是一个 chain 咯，即是我是有些同事呢是看到他们是一条 chain 来的，因为我同事 A 即是确诊了，但是因为同事 A 本身是跟同事 B 和同事 C 呢是有开过会的，之后隔几天同事 BC 呢都即是确诊了，那我们有些同事可能会几个 office 走的嘛，那之后又走咗去office B 系啦，跟住同事 D 喺 office B 咧又有埋咯，咁即系你停就睇到成个 chain， 咁之后就全部人都话要留喺屋企啊，我哋曾经翻过公司嘅朋友都要快啲做测试啦，即系你如果你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即系因为呢啲真系好 spread， 同埋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我全部同嗰啲所谓嘅同事 A B C D 咧都系有接触过讲嘅嘢，跟住我喉咙真系坚痕咯。即系我系拗咗，跟住我直情系好 fluid 啦，我又跟住我另外啲同事 X Y Z 都劲惊啦，跟住我就话哇，我应该系 flu 咁样，但我 test 狂 test 朝早，哇，全部都系 negative 啦，但我觉得我自己系真系有个 omicron 咯，一定系啦，应该我会拗我自己喉咙，自然地拗我嚟谂啊。一开始是真的喉咙会痕痕地同埋痛嘅，喉咙痛嘅 Omicron 呢、這个，而家大多数都是 Omicron BA2 呢种新嘅 sub 呢、這个 sub 呢个 Omicron 嘅品种啦，系 spread 紧，周围 spread 紧，系好快啦。咁你真系应该可能即系接触到真系有少少症状，但系就 test 唔到出嚟咯。应该是我想你啱啊，同埋我就系跟住我就食药，咁我好似两日之后就冇事。我谂我应该系有 antibody， 同埋你知道我之前都中过噶嘛，咁可能就 OK 咯，但系都顶得住，但系好似 flu 咁样咯，即系有流鼻涕啊，同埋我点解成日觉得我自己有机会，系因为嗰啲人之后同话即系通知我话，哦，我确诊咗，就我系真系曾经接触过呢啲人，同埋我系地啫，喉咙系痕，我系无端端。自己拗个喉咙，咁我想，咁我系咪其实我系咪真系应该有 omicron 咧？但系会唔会系 too paranoid 咧？我又唔知喎。但系真系唔舒服，咁但系我食完啲 paracetamol 就冇事啦，咁两日就冇嘢啦。哦，真系可能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可能你亦都系 immune 咗噶啦。其实
系啊，咁我之前我其实即系我 pass 过俾我即系我啲 friends 时咧，其中有两个咧系冇传染到俾佢哋，因为佢12月嗰时系中过，所以佢哋系冇事，其他人就中晒啦。OK， 但你嗰两个冇事系完全系冇症状嘅，直情系 normal 嘅，嗰两个都系。你冇症状，即系 test 过都冇事咯。系哦，咁可能即系直情嗰个菌去到佢嗰度已经即刻打死咗咯，应该系啊，佢自己可能身体已经可以接受到，即系可以打咗佢啦，即系 immune 到。Yeah， 系啊。而家开始 hay fever season 咧，即系而家我哋已经踏入咗 spring 嘅时间，开始啲人就会打乞嗤，但其实可能唔系 omicron 或者 covid， 佢系纯粹系 hay fever 咯。系 hay fever 越嚟越多啦，我公司我啲同事开始已经喺度打乞嗤，成日啊嘛，我睇 bless you。就系呢个，系啊 ，hay fever season 嚟紧啦，系啊，真系讲得冇错。开始食定啲药啦，而家要。系要买定啲 tablet 食定先啦。我妈咪就系 hay fever 嘅，要食药咯。一到啲咁嘅时候，系啊，都几辛苦都见到佢哋。佢系需要，佢系冇，系咪严重到系要睇医生？医生开药俾佢？唔需要啊，佢个医生之前睇过医生，佢医生就叫佢自己买嗰只药咯。因为而家如果你开系医生开药嘅话，好似都要唔知几多钱啦，九差唔多接近9磅几人10磅啦，开始而家嗰种 prescription。因为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师咧，佢系 all season 有 hay fever 咯，即系一年四季都系有 hay fever。咁佢系要因为唔同冬天，可能我哋唔知原来有，即系有花粉嗰啲，原来都存在。咁佢系好严重，跟住佢系要滴眼药水啦，喷啲鼻啦，同埋仲要系食药。但系佢系要食啲 special 嘅 prescription 嘅药啦，就唔系话你可以就咁食我哋普通 citrulline 啦，系啦，或者 loratadine 就唔系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所以我嗰阵时就哦，原来。有人是 hay fever 是 all season 的，这么严重，这么严重的，真的不知道可以去到这样。好彩即系 touch wood， 就我暂时就冇事，冇 hay fever 嘅。咁都系嘅，同埋我哋可能戴口罩会好啲咧。即系日本人咧，以前就算未 covid 之前都会好兴 summer 会戴口罩。佢哋有啲口罩系花粉口罩嚟噶嘛 ，for 即系 for hay fever 咯。咁所以即系嗰阵时亚洲人系兴系戴有花粉症就会戴口罩。如果我谂而家呢个时间我哋戴口罩都应该可以帮助到啲 hay fever 啩。应该会，但系就都唔算真系好多人戴口罩。我哋呢度都唔系太兴，而家一讲咗话唔需要戴口罩嘅话咧，已经个个已经即系除晒。系、啊，我即系我有时我自己都会唔记得咗戴咯，同埋我即系染完之后咧，就感觉自己好似我已经对 COVID 好似冇乜问题啦，所以我都费事戴口罩，好多时都。是不应该的，即是可能我自己染了没病征，但是就我会是变成 carrier 咯。我应该要戴返的。保护下其他人，不是只是自己。Yeah, you're right, 但我真的一时就顶不上了，我可能现在开始天气热了，我真的戴口罩，但是我是现在我想可能有些时间我是唞不到气，即是热到呢好焗，唞不到气，我真的要除一除去。吸下气咯，因为顶唔上。咁如果我话周围真系冇人咯，可能真系要一啲时间去，即系唉，除一除啦。但系顶唔上，因为但系我发觉有啲英国人咧系好恐怖。好彩我戴咗口罩嘅嗰一刻，喺 station 里面咧，有个女人揸住杯嘢饮啦，跟住佢系要咳啦，但系佢系唔抿嘴咳啦，啲人系唔抿嘴咳，跟住就咁咳啦。跟住我话我好彩我戴咗口罩保护咗我自己，即系我觉得好恐怖咯，佢哋。是我上个礼拜搭火车时，我就是坐在架火车入边，我自己没戴口罩，我就听到有人咳，完全是我见到他咳的时候是没有戴口罩。那我落到车时，我都即刻嗱嗱声走啦。但是就一样有其他人这样就这样咳，就是完全不掩住个口嚟咳的，亦都不戴口罩嚟咳。是都几冇卫生咯，系啊，好自系啊，佢哋应该好自私啊，咁样做 ，very very 自私啊。咁我而家我哋即系英格兰就需要钱啦，但系 Portsmouth 嘅 City Council 咧就就将会继续提供免费嘅 lateral flow test 俾佢啲 resident 啦，去到至到去六月尾。我真的好羡慕他们，我们要去他们的 council 拿回一些才行。
哦，点解我哋个 council 我哋有俾 council test 过，而家加咗价啦，4月1日开始，点解我哋冇嘅？唉，佢哋个 council 就唔知点解会继续派俾佢哋嗰啲 residents 啦，但系就派到去6月尾咯，就每个月就俾五盒俾嗰啲五个。lateral flow 俾佢啲 residents 每个月咁好，可能佢哋始终系个 ports 嗰度可能多啲，即系咪 trading 嗰啲啊？所以可能有机会系多啲 cases 啦，佢个 area 咁，所以佢哋 council 就谂住俾多啲test 俾佢啲市民啦，咁去 test 下，就惊住会染到传染到。咁我哋其实我哋都好高危喎。是啊，我哋好高危嘅，同埋听讲而家嗱，除咗我哋高危啦，翻工啊，又要搭 public transport 啦，嗱，就算出去饮杯嘢、食啲嘢咁样咧，我哋都可能会接触一啲人咧，系想 start 一个 conversation， 可能想识人嘅喎，咁系咪都系高危咧？咁你系咪有个 case 可以 share 下俾大家听咧？唔系啊，其实我哋即系呢排，咁我上个礼拜即系公司都有 events 搞啦，咁我哋其实我哋公司一早已经讲定话，哦系我。你需要做定个 lateral flow test， 即系快速测试，你先至好去呢啲 events 啊，即系惊住传染到啊，或者如果你有 symptoms 啊，就唔好翻工啦。嚟啦，系啦，系啊，系啊。咁我自己上个礼拜就啱 actually 星期六就同啲 friends 啦，去都有去呢个出街玩嘅。咁我哋去咗做咩咧？就系去打呢个 mini golf 啦。咁打呢個高爾夫球，不過 mini 嘅啫，咁喺室內啦，梗係室內嘅。其實我哋英格蘭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events， 即係咁呢啲嘅 venue 去嘅，咁都幾好玩噶。咁我就去咗倫敦，應該點咧？應該係倫敦喺 Bank 嗰個 golf course 啦，咁都幾好玩，都 share 出嚟先得。Where is it? Where's the button? There it is。系啦，你咁系几多钱啊？你去呢个 mini golf？ 我去呢、這个mini golf 嗰度啊 ，push shark 啊，呢个 push shark 呢个 place 叫 push shark 啦，大概13磅几一个人。啊哈，系啊系，咁我哋几个 friends 一齐啦，咁我哋大概玩咗半个钟至9个字到，我都唔系太记得啦，因为我哋系咪有几个 station？ 系咪有13个 golf course 咁你要去 pass 噶？我哋好似有8个 golf course 嘅。咁呢个其中系呢幅相就系其中一个 course 啦，咁我哋要即系跟住冇逐个咁样去嘅，咁我哋佢就会俾一个 golf club 俾我哋啦，咁个同埋俾一个波俾我哋，咁个波咧 golf ball 咧就系track 住我哋，即系睇 track 我哋打咗几多球几多棍落，先至打到落去个窿入边。系啊系啊，咁我哋唔可以 cheat 噶，即系唔可以乜奸谋打。系啊，佢所以 track 住你嘅，咁都几好玩噶，同埋即系有 score 嘅，即系最后会俾个啊、哦，你有几多分喺个电视嗰度啊？哦，边个会赢？边个赢咗？系啊，我都记得，我都唔记得咗。原来我睇翻你呢幅相，我就另外谂起几年前 pre-covid 之前咧，我嗰阵时读紧书都有系玩呢个 mini golf 啦，跟住我好似系赢咗添啊，上咗榜啊！哦，系啊，咁系啊，但系好难玩嘅。但系我谂我都系撞彩，自己要上咗个榜啫。但系好玩啊！好呢啲哇，呢、這个 B 一 pong 系嘛？你讲系啊，好玩，即系你要摆落去中间嗰、那个，哇，好难，好难咯、啊，冇、這個、可能嘅事咯。我就唔知点解咧，飞咗喺侧边。Oh no！ 喺侧边嗰度，咁啊侧边嘅话咧就佢就直接会去第二，即系喺下低有个 track 去第二度，咁就要打多几球先至入到去个 hall 入边咯。咁但系都好玩，之后就有一个 course 咧，就有一个就系要我哋问，即系问答游戏嘅 Q&A， 要答啱咗。即系要打入去 true or false 个位置。啊 ，OK OK， 啊，系啊系啊。咁你呢个有冇话连埋嘢食啊、饮嘢咁样啊？你呢个 package 有哦咩？我哋冇嘅，其实我哋自己去饮嘢咯。咁其实我哋饮咗都几多下。系我谂我有同一间咧。我头先见你 share 个 screen 嗰度写住 Westfield London， 我就去咗 Shepherd Bush 个 Westfield， 个 set 好似都系一样，好似同你个咁样，所以就系啊，真系好玩 mini golf。Okay, okay. 我觉得系啊，系啊 ，mini golf 好玩啊！咁其实我呢一
间嘅其实有几间几个诶、有几间嘅，有几个 branch 嘅。咁有一个咧就喺 White City， 就一个咧就喺 Bank 嘅 station 嗰度。唔系，我去咗 White City 嗰间咧，即系。系啊。Yes， 咁系咯，你 White City 嗰、那个即系、就是、Shepherd Bush 嗰度啦，咁 Bank 嗰度就其实都都唔即系我谂多翻工人士去嗰度咯。系应该你啲翻工时，我谂嗰个 Shepherd Bush 嗰边就 shopping 啊，嗰边因为其实 South West London 嗰边唔系 South West London， 系嗰边都系远少少。如果你 compare to Central 嚟讲，系啊，都远噶。即系我以前就去过一间就系叫做 Junkyard 啦，可能听过咧，有观众就都系 mini golf 嚟嘅。我以前就同啲 friends 去，大概好似十一磅，如果 off peak 就十一磅，所以 peak time 咧就十三磅，就平少少嘅。即系如果礼拜六日嘅话就会贵啦，睇你几时边个时段去。我哋就饮，都饮咗几多下，所以我打下都唔知道打咗边啦。其实，咁我系我之前唔见咗个波，系唔见咗个波，咁都几好。我哋即系英国都有呢个 drinking culture 咁啊，我哋都中意饮酒。咁我之前嗰排我有讲过话，我去咗 Seven Dials， 即系伦敦嗰个地方嗰度去饮酒啦。咁之前咧就有一。即系我哋成班女仔去咗嗰度饮啦，咁就有几个男仔过嚟搭讪啊，咁都我之前喺度谂紧，哦，佢哋咁搞笑嘅，吓同阿 Sunny 喺度讲紧，哦，究竟佢哋即系个我哋头先系讲紧咩咧？系啊 ，Stormy 啊嘛，我哋谂紧，哦 ，Alex 应该改翻个名先得嘅，系 Stormy 跟 Springy 全部 S 系，咁我哋 A 啊嘛，你要改名。A 啊，系，我就谂紧，哦，我就谂啱啱谂到系嗰日咧，嗰有一个人，一个男仔过嚟搭讪嗰时候，喺个 group 嗰度搭讪，佢知唔知个 hit up line 系咩啊？唔知，系佢个名叫 Adam 啊嘛，系啊 ，Adam 系 Eva， 系，我真系唔系，佢话你个名应该要 change to Eve。咁如果本身我个名字叫 Eve 咁点啊？即系 Adam and Eve is the perfect match in the world 咁样啊？系啊，我真系唔系啊嘛！你咁样嘅 hit up line 都得 ，Adam and Eve， 我真系吓呢啲咪就 Covid 嘅危险咯？即系当我哋一齐出去食嘢玩啦，唔记得咗啦，就会突然间嚟咗个 Adam and Eve 嘅奇怪 hit up line 出现咗喺你身上啦，系好恐怖咯！即刻吓 shock。So short， 咁我当然样得唔得先？吓，再讲先。佢个样得唔得先？本身呢个 Adam 唔得啦，梗系。Oh, sorry， 咁 no，sorry 啊，真系唔得啦。系啊，真系老啲嘅佢系，但系就唔系真系我个 type， 唔系我个 type， 呢个 cup of tea 咯。No offence， 系啊。咁如果你如果系本身好靓啦，你个 Adam 系你个 cup of tea， 咁佢亦都讲呢啲咁老土嘅 hit up line 咧，你会唔会受咧？我会唔会瘦啊？应该话，都可能会啩。睇下佢有几，即系可能睇下几靓仔先啦。如果系真系我 cup of tea 嘅话，可能会 ignore 佢个 hit up line， 就会同佢倾下其他嘢咯。佢咁嗰个 joke 咁差嘅就。因为我应该系应该系我哋应该要改啦，唔好 cup of tea 系 pint of beer 啦，要改，因为我哋系 drinking culture 啊嘛，而家系冇。咁你有冇任何即系呢排有冇任何呢个 hit up line 啊？有冇人 hit on you 咁啊？冇啊，对唔住，冇人 hit on me， 我真系。你说 ？Yeah， I'm so sure， 我真系谂唔到。你系你问我，我似真系冇人。问过我任何嘢喎，咁我下次有嘅话，我会 share 俾大家听啦。好，睇下呢个 hit up line 系好就系唔好啦。下一次应该即系下一次应该带你出去呢个 Seven Dials 嗰度，就去睇下有冇人 hit up on us or you。In fact， on me， 但系我系 Stormy Spring 咯，所以我应该系除风咁样走咗啦。Right， 系。Anyway， 好啦，咁而家我哋唞一唞，翻嚟再讲下其他 news 啦。好啊，我终于都揾到一个香港人嘅整车师傅啦。以前细个喺度，咁翻咗香港啦，咁早几年再叫做再回流翻嚟呢度嘅。佢见到你帮到佢解决到个问题，或者帮佢悭到钱，大家香港人咯，即系帮香港人。咁尤其是系
呢排可能比較多人走，即係回流翻嚟，可能我早少少咁，咁真係需要幫手嘅就幫佢啦。我所有嘅車都係阿 Man 幫我整噶，一聽就知道佢係自己人啦，價錢老實，仲有6个月嘅專業信心保養添。仲唔快啲攞起你个电话打90555977783去睇下你嘅车有啲乜嘢要 tune up 啦！地产铁三角 Johnson 今期特约，放盘放俾其他人，不如卖俾同路人。今期征求货仓厂房一个，位于士嘉堡万锦列治文山或道咸区域，面积30000尺或以上，楼底20尺或以上，客人目标预算1000至1500万。另外，萬錦市 Markham Road 及 Major Mac Townhouse 私售，4房4廁，6年新，1800尺賣120万。如果同路人有介紹，請聯絡 Johnson， 電話647-629-8281，歡迎經紀合作。喺疫情期間，每一度啊都係菌啊，小心啊！好彩我女朋友都好叻，買咗份禮物俾我啊！啊，几得意噶，又有个圈，又有个勾，开门又得，入 lift 嘅时候揿掣又得，去到 lift 里边再揿掣都得。哇，咁我只手咪唔会有菌咯。嗯 ，very good 啊。Clean Key 已经上咗架啦，嚟我哋香港台网站选购啦。香港台及胡媽兒聯合贊助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為了展示給全世界人知道什麼才是一個真正公平、公正、有人權和人道的比賽，香港台聯同胡媽兒合作舉辦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由3月1日至4月30日去胡媽兒購買任何外賣滿25元，以及說自己是香港台家人，就可以得到奖牌贴纸一个。去到4月30号凑到最多奖牌贴纸的头三位都会有丰富的奖品，详情可到香港台网页留意细则。仲唔快啲约埋屋企人食多啲 sushi， 唔买意呢？一齐饮杯茶，食件cake。英语你 high tea， 嗨，我哋又翻嚟英语你 high tea， 我系 Alex， 同埋有 Sunny 啊，哇，我而家打咗黑黐啊，好好惊啊，哇，hay fever 定系 covid 咧？因为我谂 hay fever 啦，因为我都系一个可能有 hay fever 嘅人嘅，不过我觉得有啲 early 咯，而家好似都见唔到个，除咗见到得啲花之后，好似而家冇嘅呢一刻。是我这些、星期日真的很多花，我去超级市场的时候，不是应该说星期六日两日都很多人去买花，是超级多花。Mother's Day 嘛，他们要买的。是的，个个都买花，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多花要买。其实即除了 Mother's Day， 我觉得即日日其实都是 Mother's Day 来的，即不只是那天是 Mother's Day， 日日都是。我们都要说日日都是 Father's Day 了。All true， 是啊，是啊，日日都是 Father's Day， both， 也是啊。我而家睇紧啲 comments 咧，上个礼拜咧，你知唔知我哋嗰集咧系特别popular 噶？因为 share 咗俾大家听，你去咗18个猛男 show 啊嘛，咁个个都好 enjoy 啦，咁好多谢大家嘅 comments。我好中意听我哋嘅节目啦，系，即系我谂上个礼拜都几 interesting 嘅，咁大家真系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睇下嗰啲 show。咁当然女士啦，男士都可能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睇下嘅。有冇你话 Magic Mike 咁佢系男人咧？有冇啲系女人跳舞噶？即系斋系女人噶？净系女人就冇，就系一个有个女仔喺嗰度跳舞，但系同个男嘅一齐咯。佢哋系。喺即系直情喺佢哋系 under the rain 咯，即系佢哋真系shower 啲水落去，佢哋直情喺雨中嗰度跳舞，系跳得好靓啦，仲要咧两个嘅 chemistry 咧系好 strong 啦，系完全即系感觉到佢哋之后可能跳完或者今晚嗰晚咧就可能会大家两个一齐去开房嘅，真系跳到我成哇，系好 sexy。太靓，但我自己都系都唔会跳得到咁靓。我谂应该好难，我哋要去
轉研嗰啲即係 spinning 嗰啲好似太難啦，要做到好多運動嘅真係。嗯，係啊，我見到佢哋好多 muscle 都幾健康，好強壯嘅，因為好多我自己就 lost 曬啦，唔好意思，就我諗要 build 翻先至可以跳得到，可以 lift 起，即係可以抬得起人啦，或者完全唔得啊！如果叫我抬起人嘅話。我都唔得啦，太弱啦，都抬唔到起人，抬唔起到自己啦。你谂下，系咁，其实我哋呢排就Gatwick Airport 啦，我哋其中一个第二大嘅机场啦，喺伦敦附近，咁就啱啱开翻佢哋 South Terminal 喎。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即系我哋 Gatwick 咧就有两个 terminal 噶嘛，咁一个咧就喺 North， 一个就喺 South 嘅，咁COVID。之後咧，咁其實刪咗，即係其中一個 terminal 咧係刪咗21个月噶啦。嗱，啱啱就開翻個 South Terminal 出翻嚟，啲人咁啊方便啲啦。South Terminal 之前係飛即係 international 嗰啲飛機，通常就會喺 South 噶嘛，跟住北邊嗰啲就好似係 EasyJet 個 hub 就飛去 Europe 啦。咁而家開翻 South Terminal 都好啊，因為平時我去 visit 下，即係我都見過 bypass 個 South Terminal， 喂，完全係死成一個咯，都係幾唏噓。咁而家佢開翻就係好咯，係啊，多啲遊客嚟啊，或者我哋可以去翻可以飛翻去其他國家去啊旅行。咁其實開始漸漸咧就多翻 traveling 啊，或者 tourist 入翻嚟，其實都係好事嚟嘅。我記得真係我以前。多数即系去欧洲都是用 North Terminal 嘛，咁即系你搭完火车去到个 Airport 之后，就需要再搭一架模型车，无人驾驶车就去North 嘅 Terminal， 就去欧洲就搭 EasyJet 嘅交易，多数都系一定系个 hub 啊嘛。但系 South Terminal 通常系好似去台湾啊，以前去香港嘅国泰有一班机噶嘛，就系一日一班机喺 Gatwick 嗰度飞，咁就可以直接喺 South Terminal 度搭啦。而家就冇咗啦，嗰班机就唔知几时会开翻啦，方便下啲 Gatwick 呢一边嗰啲朋友，因为同埋平啲嘅飞 Gatwick。哦，系啊，系啊，多数都系嘅，唔就系唔清楚。机场个税冇咁贵，因为 Heathrow 好贵啊，个机场个 tax 咧。哦。所以好多啲 budget airline 嗰啲全部都唔会系飞 Heathrow 咯。通常 Heathrow 嘅 budget airline 系飞好似即系冇 budget airline， 即系等于系 BA 咯，即系佢有嗰个咩 BA Euro 啊，而家叫做咁就即系等于系即系飞欧洲嗰啲。跟住如果普通嘅 BA 就都系飞 international 咯。咁另外嗰啲好似系咪 Stansted 系 Ryanair？嗰、那個 Stansted 係啊，或者 Luton 都有呢個 Ryanair。嗯，係啊，但係嗰啲就即係有一個其中一個，我唔係太記得邊一個咧，係難少少去嘅，即係你要可能要搭完火車，可能再轉巴士先去得到。咁但係就唔記得咗 Luton 定係 Stansted， 可能係 Stansted。就我係好貴啊，個 Stansted Express 咯，知道搭過一次。Yeah.是就真的是便宜的机票，因为 Ryanair 可以£15来回去欧洲其中一个国家，可能去西班牙£15英镑啫。咁其实真的是便宜过我们自己在英国去旅，即是去回自己英国的地方。所以我以前就很多时都是会喜欢去欧洲旅行啊，或者去其他国家都会。多過在自己的英國那裡 travel， 但是真的 lockdown 之後就會多了去其他鎮啊，去那些 visit 下咯，都是好的，就是bring翻這個，就是幫襯翻我們自己 local 的 economy。是啊，幫襯，同埋仲有我們講過啦， life in UK test，你都要是即係我哋要 visit 下多啲英國嘅地方，你先可以感受到個文化，學到呢度嘅 culture 啊、歷史咁，我哋先可以去考呢啲試咁啊。咁可能都係一個好事嘅，而家個環境唔同咗啦，咁我哋就可能喺英國內部 travel 多啲咯。其實好大英國，不過我哋係好貴啫嘛，我哋都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太貴的關係，所以就好少人就會 travel within UK 咯。是真的太贵，尤其是即如果你在 peak hour 即是繁忙时间到 travel 的话更加贵，所以可能真的有机会30，是啊，起码30-40磅的，如果没有 rail card 的话是远一点都100磅了，要去到可能伦敦去
去唔知中部嘅地方都，我谂来回都百零二百磅左右。哦，你Birmingham上个礼拜嗰次应该成一百磅啦，系咪啊？系啊，有啊，都系有一百磅。Oh no！ 真系好贵咯。但系好近啊，其实 technically 如果你即系讲真，佢中部嘅地方都唔系好，都唔系话太远，都系个半钟头车，咁应该唔系话远得去边，但系真系好贵咯。嗯，冇错，真系好贵。咁我哋其实我哋嚟紧呢个礼拜六，我哋都会将会去一个 castle 啦。咁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去完之后就 share 翻俾大家听，我哋嗰个 castle 系咩 castle 嚟？系啊，又学咗啲咩嘢咧？我哋去咗咩嘢咧？咁系咯，好期待啊！其实呢个 castle 我都未去过。系。咁但系我哋嚟紧 after 呢个 castle trip 咧，咁我哋在四月。中到我哋都有个 event 噶，系嘛？系有一个 Easter 复活节嘅同乐日，系咪叫做？系啊，冇错啦，就系、是、一个同乐日啦。咁系将会喺4月16号，哇、，yes 就举行嘅，但系就会系喺呢个 Kent 嘅Tunbridge Wells 嗰度举行啦。咁、我哋暂时所有资料咧都未确实嘅，但系就。应该就快就会公布俾大家听，系咁到时我哋就会再即系 release 个 sign up form 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 sign up 啦，亦都系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嘅，咁所以即系要留意我哋唔同嘅即系 website 啊 social media， 咁就可以 sign up 啦。咁我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个 poster， 即系 preview 下先啦，但系就未即系100% 确实，就将会呢个礼拜尾就会。share 出嚟，咁你哋大家就可以去 sign up 啊，到时就可以大家一齐见面啦。系、啊，我都有啲 excited for 啲食物啊，因为已经喺我心目中，我其实呢段时间 before Easter 之前已经食紧一个 Easter 嘅食物咯，但系我呢一刻都冇讲住啦，但系唔讲住，系咪包类咧？系啊，就系嗰啲十字包啦，咁即系一个系好我。好即系 common 嘅嘢食啦，咁我谂到时我哋个 event 都会俾大家试下啦，因为可能香港就应该冇咁 popular 噶啦呢样嘢。系啊，其实呢个 cross bun 我哋都有，英国都越嚟越多品种唔同味道啊，其实好多味道，我就见到一种味咧系 marmite and cheese and marmite。interesting。系啊，我就好想试一下。但真的未有机会试，咁到时可以俾大家一起试一下啦。呢个啊好啊，你买。但系你知唔知妈咪？我以前细个好傻咯，因为我见到妈咪咧，咁唔知咩嚟嘅，嗰啲黑色嘅，我初以为系朱古力咯，跟住我话哇正啊，朱古力酱，跟住搽劲多喺我个 toast 上面啦，跟住一食哇咁嘅咩嚟噶？跟住之后俾呃咗，跟住真系咁苦嘅，又唔知怪怪地咁样。跟住我心谂，呢个唔系朱古力嚟嘅，所以以后我都唔食妈咪啦。原来系呢个妈咪系呢个 fermented yeast 嚟嘅。咁其实都我爹哋都未，即系之前都未试过。佢第一次试嘅时咧，佢竟然成好大饼，好似朱古力酱咁搽落个面包度。即系佢搽完之后，我即刻吓呆咗，即系 no 换堆，即系你唔应该系咁样食咯。就佢食咗一两啖，佢都已经唔得啦。我哋唔系咁嘅，佢应该系搽你个 toast 咗啦，之后搽牛油啦，之后你系落好少，真系少到好少嘅落去个 toast 嗰度先食咧，咁就会好啲。你唔系成劈，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如果搽咁多嘅话咧，一定系苦啊，又好咸啊。系，我谂其实最大个差就好似，因为我以为是朱古力咁，我以为是甜咁，点食落去咧系咁嘅味嘅，跟住我心谂咩？所以大家记住真系嚟，真系嚟到英国就唔好搽咁多啦，即系你应该 toast 咗啦，之后搽啲牛油啦，搽完牛油先搽好少，真系好少落去嘅，系啦。我而家上网睇下啦，原来妈咪咧系制造 beer 嘅 byproduct， 即系系啊 fermented yeast 系啊，所以要试下啦，嚟到呢度。我以前有个同学仔一只猫咧，都系叫妈咪嘅，因为好似唔知可能佢黑蚊蚊啩，所以我就系咯，令我谂起嗰只猫添而家。Interesting， yeah， 哇，讲起嘢食，唔知道啦，呢个即系排呢排真系要减下肥先得。
我哋呢个 film 系重复又重复咁，我谂我哋啲听众就话：哇，呢两个女仔搞乜鬼啊？成日喺度讲食物，又话好好味，点知同一时间就要瘦身啦，真系好矛盾咯、啊！好矛盾，超哥话我而家望住啲糖嘅话，而家又即刻想去食粒糖先。咩糖啊？有呢个 Percy Pig 啊？哦 ，Percy Pig， 我而家诶张台个糖系 Haribo 喎。哦，唔系啊，而家又包呢个 Percy Pig 喺隔篱，所以咧而家想攞粒食，但系我哋而家做紧呢个 recording 喎。嗯，唔好啦，我哋完咗呢个 show 之后先至系先食。但我发觉而家 Haribo 咧，同埋好似 Percy Pig 咧，就好似系冇啲明胶噶嘛，同埋好似系咪啲 fruit natural fruit juice 咁样？咁跟住 Haribo 咧，而家佢嗰只 Star Mix 咧都系 natural fruit juice 喎，即系冇咗嗰啲即系人造嘅即系味道喺里面咯。哦，系啊，咁都几好。我 Pacific 就一定系即系 real fruit juice 啦，佢写明啊嘛。咁所以即系觉得好 popular 下嘅，即系呢个 Pacific 系玛莎嘅品牌嚟噶嘛，佢已经 trademark 咗，即系唔可以有人 copy 佢。如果 copy 嘅话，就好似佢个 Colin 嗰条蛋糕咁样噶嘛，俾人告。系俾人告，但 Percy Pig 其实系即系越嚟越 popular 啦。佢有好多即系唔知嗰时 Christmas tree 啊，又有个 Percy Pig 嘅 light 啊，跟住好多系咪有个 Percy Pig 嘅 biscuit tin 又有啊？即系好多人都系好 fancy Percy Pig， 同埋而家 pajama 都有啊，会买一只 piggy 咁样出到好似啲公仔咁样。A cushion 嘅 Percy Pig 啊，有 blanket 啊嘅 Percy Pig 啊，之后有杯嘅 Percy Pig 啊，总之好多嘢都系 Percy Pig 啦。而家好多，我真系见到啲人都系中意买好多公仔嘢，应该可以话系。嗯，我啲而家错过咗个 cushion， 就下次应该会有嘅，可以买翻个先。咁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咁系啦，大家记住留意我哋啲 event， 因为我其实发觉我哋啲 event 都几 popular， 好快就 sign up 圆满噶啦，个名额已满啦。冇错啊，我哋上次个 castle Hever Castle 嗰个一日内，我谂我大概可能12个钟到就系啊，半日系啦，就已经full up 啦，已经系，所以好啦。好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呢个节目啦，咁继续支持我哋啦，系啦，大家加油啊！咁下次再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OK，see ya。感谢一直相信同乐广告。